天坑底部白雾弥漫，冒起山洞深不见底，科考队深入黑暗空间，洞穴奇景层出不穷，坑底奇物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地理奥秘？天坑迷雾，地理中国即将播出。在我国广西西北部的连绵奇峰之中，隐藏着数十个雄奇险峻的天坑，它们像一只只巨大的眼睛在仰望苍穹，又好似镶嵌在绿峰之间的陷落地宫，点缀在乐业县的茫茫山岭之中。就在这些天坑周围，还隐藏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洞穴，它们有的垂直往下，仿佛直通地心，有的曲折回环，让人望而却步。就在这些洞穴当中，最让百姓捉摸不透的，当属一个会冒出白色雾气的洞穴。这个洞穴和白洞天坑底部的白雾是否有关系？在众多的天坑之中，为什么只有白洞天坑的底部始终会被白雾笼罩呢？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广西乐业的群山当中啊，有一个庞大的天坑群，其中白洞天坑呢让当地百姓望而却步，因为在它的坑底啊总是白雾缭绕，很少有人能够望穿坑底。那这白雾从何而来呢？为什么总反常的聚集在坑底呢？又为什么难以散去呢？当地理中国考察队深入到白洞天坑的洞穴之后，发现了更为奇异的事儿。乐业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麓，距离省会南宁市大约400千米。这里山峦起伏，绵延不绝，草木蓊郁，苍翠欲滴，湿漉漉的云雾弥漫在林中。在这些雨林茂密的山峦周围，分布着众多天坑，白洞天坑就是其中之一。为了探究白洞天坑坑底常年雾气笼罩的谜题，地理中国考察队艰难到达坑底，用仪器检测后，专家确定这些雾气由大量的水汽聚集而成，并非瘴毒之气。那么坑底的雾气究竟从何而来呢？在坑底，考察队随后进入到了一个幽深的洞穴中，洞内发现的盖膜、砭石坝和巨型莲花盆等洞穴沉积物也告诉了考察队，这里应该存在过流量巨大的裂隙水。那么这巨量的洞内水的源头会在哪里呢？围绕着这洞中水源，是否能解开坑底白雾聚集不散的谜题呢？随后队员们得知了一条新线索，在白洞天坑以东距离不到500米的地方，居然还有一个会冒雾气的山洞。据说早些年当地村民发现附近山中出现异样的情况，于是大家结伴上山，靠近后才看到竟然是一股白色雾气从一个洞口中喷出，白雾垂直腾起，直冲云霄。过去在这个地方个7-8米大的一个窿，那下面是很宽很宽的，很危险，牛啊羊啊掉下去就找不到了。冒上来起码有10-20米高。当雾气渐渐散去后，人们发现这是一个隐藏在树丛当中的山洞，洞口垂直朝下，洞内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清楚。据说曾有特别幸运的人看到过一束天光直射坑底，
但是洞穴实在太深，仅凭肉眼根本无法看清洞内究竟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由于这个山洞深不见底，十分的危险，为了防止人畜跌落其中，当地人便在洞口周围修筑起了栏杆，而这样的隔离措施让冒气洞在当地显得愈发神秘。十里八乡的村民纷纷慕名而来，很快这里便成为了当地的一处景点。这个冒气洞，不冒气的时候大家觉得好，有点可怕，冒气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吉祥。冒气洞不冒气的时候，预计的就是要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挺吓人的。在同一片天坑群，竟同时存在有白雾弥漫的天坑和会冒气的山洞，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什么联系呢？到达乐业县后，考察队首先来到了冒气洞。这里四周修建的围栏和标志，仿佛在提醒过往的人们，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地方。队员们仔细观察后发现，眼前的洞口除了深不见底之外，似乎和其他的山洞并无两样。大家在洞口等待了很久，并没有看到有任何气体喷出的迹象。那么周围的山洞口情况又会如何呢？考察队在附近的其他洞口进行搜索观察，也没有发现它们冒气的现象。难道山洞会冒气只是当地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说？此时向导向考察队推荐了一个人，他是当地的一位摄影爱好者，在他的手机里至今还保存着一段冒气洞珍贵的视频。从画面中，队员们真的看到冒气洞中喷出的气体高达数十米，直冲云霄。在靠近洞口的地方，明显看到有气流从洞中喷涌而出，洞口周围的树叶随着气流一起剧烈摆动，有人将一些枯树叶丢入洞口，没想到瞬间就被吹散到洞外，飘到远离地面数米的地方。看到这段视频之后啊，考察队终于相信冒气洞有气体向外喷涌是确有此事，这和他们上午看到的冒气洞截然不同。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将大量气体喷出洞外呢？又是什么原因让现在的洞口停止冒气了呢？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考察队决定二探冒气洞。这次考察队决定首先对洞口进行一番测量。通过测量，考察队发现这是一个洞口向上倾斜30度左右的山洞，但是由于无法进入其中，洞壁的宽度和洞内的深度队员们还不得而知。队员们在测量的过程中有个共同的感受，洞口不但没看到冒气，还好像有风一直在往洞里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于是队员们马上准备了一些树叶向下面的洞口轻轻洒落。让大家感到奇怪的是，树叶居然都被气流吸入了洞穴之中。村民们所说的冒气洞为何会变成了吸气洞呢？为了更清晰准确地判断气流方向，队员们拿出了烟饼，没想到从烟饼点燃的那一刻开始，烟雾就随着气流的方向源源不断地被吸入到洞中。这个现象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讶不已。为了验证洞穴吸气不是偶然现象，考察队反复做了多次试验，最终的结果都是洞穴在吸气。
当初村民们所说的冒气洞反而开始吸气了，传说中的冒气洞仿佛变成了一个会呼吸的山洞。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个看似普通的山洞产生了奇特的呼吸的现象呢？这一现象也引起了不少专家的关注。曾令峰，广西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广西地理学会理事长，对地貌学、岩溶学有着深入的研究。在曾令峰教授的带领下，考察组开始对冒气洞展开更为深入的探究。曾教授在观看完洞口冒气的视频后提出，探究冒气洞会呼吸的秘密，也许正是解开白洞天坑雾气之谜的入口。你看现在这个外面的这个风速呢是很小很小的，是吧？那就说明呢它几乎是静止的。看这风速仪马上转起来了。经过测量，考察组发现洞口向内吸进的风速明显高于洞外的其他地方，而且持续不断。接着曾教授继续对洞口的海拔高度进行了测量。那么这个山洞为何会呼吸呢？当洞口冒气时喷出的气体究竟是什么？为了揭开冒气洞的秘密，考察组邀请了飞猫探险队深入洞中一探究竟。飞猫探险队除了对天坑和洞穴展开探险之外，还多次参与过当地的救援行动。来到现场后，探险队员首先对洞口周围的环境进行了仔细勘察，为深入其中寻找合适的下降路线。一带都是那种破碎带，这样打点的话是不好的。它是从这里吧？还是从这儿？这里正好有一棵大树，近一点的大树。经过反复寻找和测试，一名队员终于在洞口南侧找到了一棵粗壮的大树。他计划将这棵树的枝干当作岩浆绳索的固定点。一切准备就绪，开始下降。另一名队员也做好了保护措施，站在洞口边缘，为开始岩浆的队员随时提供支援。看看情况怎么样再说。好。这时我们恰巧遇到了一束光从洞口上方直射下来，这也是难得能看到坑底的机会。但即便这样，洞底的深度还是无法判断。我下去喽。探险队员逐渐脱离岩壁，开始依靠绳子下降。随着不断深入，他发现原来山洞内部是一个巨大的空腔，这样的垂直岩浆危险性非常大。那么队员最终能否安全地下降到洞穴底部呢？探险队员使用的这种 SRT 啊，想必大家不再陌生了。它经常啊被应用在野外探险啊科考当中。可是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看到一般的科考队员啊都会沿着岩壁进行下降考察，因为在途中呢，如果遇到特殊的情况，可以随时在岩壁上打锚点进行休整。但是根据探险队员的反馈，考察组得知冒气洞它的内部结构啊是一个口小肚大的巨大的一个空腔，具体的深度呢还不得而知。探险队员呢一般所使用的标准静力绳呢都是200米，万一这个洞穴的深度超过了这个长度的话，就意味着探险队员必须在空中再连接一根绳索才能够到达底部。那么接下来到底会出现哪些意想不到的事儿呢？现在还能看到飞哥吗？我这小心点，是垂直的。目前你下降到底的那个高度大约是多少？200米的绳子用完，我接这条是80米，也差不多完了。我估计也有260、7这样。最终，通过两根绳索的衔接，探险队员到达了洞穴底部。经过粗略的估算，这个山洞的深度几乎达到了300米。从底部往上看去，
只见这个洞穴犹如一个巨大的宫殿，一束阳光从顶部笔直地投射进来。山洞底部由于常年得不到阳光的照射，所以植被稀疏，地面上堆叠着层层碎石。接着考察队的队员们将沿着同样的路线逐个开始下降，接近300米的垂直高差，对于刚刚掌握岩浆技巧的考察队成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最终队员们有惊无险地全部降落到洞穴底。当大家抬头望向洞口时，直射进来的阳光将整个洞厅照得流光溢彩，仿佛置身于世外仙境中一般。接下来考察组在这个奇特的洞中会有哪些新的发现呢？洞穴之中道路湿滑，随时都有摔倒的危险。队员们互相搀扶，小心翼翼地在洞中行进。猛然间，队员们的前方出现了一些光亮。顺着光线攀爬出洞口后，考察组居然来到了一个巨型天坑的底部。在这个天坑当中，浓浓的水汽漂浮在空中，枯枝烂叶和低矮的植物使大家惊奇地感叹道，这里的一切似曾相识。再仔细一看，这里竟然就是白洞天坑，它和冒气洞之间居然是相互连通的。随后考察队发现，白洞天坑坑口和冒气洞的洞口几乎处在同一海拔高度上，坑底和洞底也基本上处在一个水平面上，二者的垂直高度大约300米，正好构成了一个类似 U 型管的结构。因为它跟下面的这个水平溶洞呢是相连的，它就是一个水平溶洞的两头。白洞天坑那边呢崩塌的比较厉害，这边呢崩塌呢没有那么厉害崩塌。曾教授告诉队员们，冒气洞和白洞天坑就像在一个水平溶洞上筑起的两个近似垂直的通道，洞穴内部常年保持在18摄氏度的恒温，压力也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到了冬季，洞内温度高于洞外，而温度越高压力也就越大，因此洞内的水汽便冒出洞外。到了夏季，洞外的温度则高于洞内，因此则会出现完全相反的现象，洞外的水汽则往洞内流动，形成神奇的吸气现象。烟囱效应呢，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越大的工厂它那个烟囱呢就做得越高，那么烟囱越高，那么它这个排气的效率就越好。曾教授解释说，这种由于温度差而引起的内外压力变化导致的气流流动和日常生活中的烟囱效应非常类似。虽然找到了洞穴冒雾气和吸气的原因，但仍有一个问题让队员们感到疑惑，吸入洞中的是完全透明的空气，为什么当喷出洞口后却成了白雾呢？曾令峰教授分析说，因为雾中含有大量水分，形成一个个细小的雾滴，当日光照射时，这些雾滴就像一个个反射面，将光线反射回来，所以看上去就成为白茫茫的一片。由此看来，形成这一系列奇特现象离不开水汽的持续作用。那么如此大量的水又是来自哪里呢？专家介绍说，它应该是来自白洞天坑和冒气洞下面的地下暗河，而它连通着长达159千米长的白朗地下河。这条大型岩溶地下河系也是珠江水系西江上游洪水河段上的一级支流。第二天，在专家和专业探险队的带领下，考察队进入到了天坑群内部的白朗地下河。
流淌在天坑底下的湍急河水汹涌澎湃，队员们几乎要手拉手才能抵抗水流的冲击，避免被水流冲走。专家介绍说，流域总面积达到835.5平方千米的白朗地下河成了天坑群形成的主要动力，而奔腾流淌的地下河水正是白洞天坑底部白雾产生的重要原因所在。天坑啊，它是跟地下河联系在一起的，地下河造成的地下的空间，在形成了地下的塌陷、坍塌、崩塌，特别是塌陷天坑，它主要的是由地下河的这个开拓空间，在地下河的这个形成地下大厅。湍急的地下河塑造了天坑，也造就了坑底白雾奇观的出现。那么，为什么在乐业县众多的天坑中，只有白洞天坑的坑底会常年被白雾笼罩呢？曾教授分析说，这与白洞天坑特殊的地形密切相关。白洞天坑坑口口径小，垂直深度超过300米，大部分的阳光无法照射到坑底，空气中的水分不易被蒸发。同时，地下暗河会源源不断地提供水汽，无论冬天还是夏天，大量的水汽都会在坑底聚集。而其他的天坑，要么坑口相对比较开阔，要么天坑深度不够，水汽升腾起来后，很容易在阳光的照射下被快速地蒸发掉。此外，也没有类似的天坑与洞穴相互连通的构造，能为坑底补充水汽。所以，在众多天坑之中，只有白洞天坑的底部会常年聚集着白雾。考察至此，白洞天坑坑底迷雾以及冒气洞会呼吸的秘密终于有了科学解释。队员们更是对乐业天坑群、地下暗河和溶洞构成的一套完整的喀斯特地下系统赞叹不已。庞大的地下河水系缔造出美丽的天坑群景，而当它们奔流至地表后，又滋润了沿途的耕地农田，为在这片土地上逐水而居、劳作生息的人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家园。天坑的形成啊，经历了10000年，但它们作为喀斯特术语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却仅仅是本世纪初的事儿。2005年啊，经过中国重庆、广西一带大规模考察之后呢，国际喀斯特学术界呢开始用汉语拼音“天坑”通行国际。这是继“风林”和“风从”之后啊，第三个由中国人定义并用汉语和拼音命名的喀斯特地貌术语。这也说明了对天坑的深入研究呢，至今还不到20年。相信这个极具魅力与挑战的景观，在未来的科学研究当中，一定还会为我们带来更大的收获与惊喜。乐业天坑群作为世界瞩目的天坑群，也将随着科学家研究的深入，在未来大放异彩。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